俺全网都在美少女变装，我来个沙画般的出手，冷静威力变身，再出眼，头发出来，身体出来，穿上战服，扎上蝴蝶结，再秀一秀裙摆，哇哦，水冰月来啦！同样如此惊艳的美女战士，怎么能少了国潮古风？那顺便让水冰月再变身，在国潮古风的美女战士统称大侠。女侠们都是长腿细腰高颜值，水冰月化身小姐，请女侠们保护。告诉我下期想看谁？